厉害了我的叔。最近网上流传一段迟迟镇演唱陈奕迅的歌《无条件》的片段，我们鼻子叔穿着孔孝真同款睡衣开场，不仅有着一口流利的中文，粤语更是直奔十级，这技能我给满分。当寒凝在渐雪，却达到极特点，因世上的绝爱是不计较条件，谁也可先唱见。不过其实这不是迟迟镇第一次唱陈奕迅的歌曲了，之前出席 Running Man 粉丝见面会时就唱过重口味，次次都唱陈奕迅，鼻子说真的好中意 Eason 啊。在日本，若是要问看起来要离婚的艺人是谁，那一定要数赤西仁和黑木明沙了。2012年，赤西仁跟黑木明沙奉子成婚，惹怒了经纪公司，因此从 Cartoon 单飞。两人结婚几年来总是被传出离婚的消息，不过随着女儿长大，赤西仁的形象也渐渐从花心玩咖转为顾家好爸爸。最近黑木明沙被曝已怀二胎4个月，二人也俨然一副开心到天际的模样，所以幸福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，吃瓜群众都散了吧，这二胎都要生了，奶爸也要赶紧出山赚奶粉钱。